这是一款目前我最希望量产的猛兽侠系列特点。本期节目来分享猛兽侠系列 BB39 翼龙浩劫的限定特点。按理说这款限定特点应该跟翼龙浩劫的视频一起入玩发出，但为了演示完整功能需要至少收集四个，于是多少费了点时间。特点本身是一个片状折叠结构，将折叠展开之后就是猛兽侠系列专用的支架。虽然结构并不复杂，但也附赠了一小张变形说明书。折叠状态的平面上有几处插栓，这样特点之间平面对平面刚好可以插接在一起。而之所以要收集四个，是因为四个插接在一起刚好形成匣子形态，对这个系列来说真是万物皆可变方块。至于尺寸方面，放入本系列的收纳盒也完全没问题，也就是说支架不用的时候同样可以放入收纳墙收纳。变成支架之前，要先将中心的小连接件向外拆掉待命，再将有插栓的一边向上翻起，松开下方插接，然后将支架部分向外拔出待命。底座部分先将底部的两侧下翻竖起，再将两侧松开插接，整体上翻到顶。放好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三角结构的底盘。支架部分先将根部下翻180度竖起，上方的连接杆上翻竖起，藏在内侧的这处是5毫米的连接插栓，将它上翻竖起，另一侧分支上是3毫米插栓，同样上翻竖起，再将根部插接到底座中央即可。单个特点能变成的支架形式大概就是如此。这款支架根部能够全方位平转，根部前端是齿轮关节，承重力也还可以，中段也同样有前后翻折的小齿轮关节。5毫米插栓部分可以全方位平转，支架尖端也可以多方向摆动，而且也是齿轮关节。前端的3毫米插栓也同样可以平转以及上下摆动，当然连接头部分也有一定幅度的翻转。支架虽小，能调整的角度却相当多，而最最重要的是，作为支架本身的结实程度相当不错。这样，翼龙浩劫虽然改成了5毫米插孔，这款支架也可以完美兼容。毕竟，作为特点，正是这款支架的设计目的。而由于这款支架也同时拥有3毫米插栓，所以也同样兼容之前使用3毫米插孔的猛兽侠，拿来支撑万能侠系列的翱翔者小队也完全没问题。而如果将整根连接杆拔掉，翻转180度之后倒过来安插底座，这个状态将顶端前翻，上方又是一根4毫米的插栓。一款支架同时拥有3、4、5、3种规格的支架插栓，兼容性简直好的没话说。更狠的是，如果嫌支架不够高，可以将顶部的5毫米插栓部分拔掉，将另一个支架的支撑杆直接安插上去，这样支架的高度也能得到提升。扩展方面甚至能适配小尺寸的高达模型，甚至 D 级别左右的变形金刚也同样能支撑得很稳。如果这样还嫌不够稳定，就轮到变形第一步拆掉的小连接件出场，将底座前端的尖端向前翻折，将两个底座的尖端对齐在一起，再将小连接件安装上去插接固定。底座后方也同样可以通过小连接件进行连接，当多个支架串联成阵列之后，底座的稳定性会进一步加强。组成阵列之后摆上各路人马也是相当壮观。虽说目前这款特点还是只跟翼龙捆绑销售，但我真的很希望这款支架能够单独量产，毕竟玩家们需要浮空展示的并不仅限于一款翼龙。那么都看到这里了，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？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。